今天是2019年10月13号，是国庆连续假日的最后一天。这里是台南山上区的花园水稻博物馆，从我家来这里大概18公里。没想到山上这个乡下地方今天也来了这么多人，真是大开眼界。这里刚开幕好像只有4天而已，所以人蛮多的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没有大太阳，有点阴阴的，好像有点要下雨的感觉。这里反正离我家很近，就来这里凑一下热闹。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，我来了。